皇叔现身北京首都机场，头戴贝雷帽，全程墨镜遮面，钟爱佛珠的黄圣依真的是佛珠不离手，手腕上就佩戴了一串佛珠，还是跟老公杨紫一样的夫妻同款，佛系风格，沉稳内敛低调。黄圣依素颜出镜，肤质白皙，仍似少女，身穿白色长袖衫，搭配黑色 Vila 阔腿裤，脚踩人字拖，休闲潇洒随性，又不失时髦感。黄圣依轻装简行，自背双肩包，步伐轻盈，一路上大步流星，走路带风，尽显女神气场。黄圣依还不时偷瞄几眼镜头，露出淡淡微笑，笑容迷人，颇具感染力。